当感情不在，哎呀啊，真正可怜的是我，你不知道跟不喜欢的人一起生活有多痛苦啊。当新鲜感全无，我们大叔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？哎呀，每天跟病患在一起哪有什么好事啊。他们为自己找到新出口，人生就这么一次，只能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跟我喜欢的女人在一起。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你哥那样喜欢在外面搞外遇，我可不是那种男人。婚姻不是单纯的感情游戏，我不想把事情变得很复杂。我以为我全心全意的生活，他会了解我对他的一片苦心。他们将如何面对真实的自我？像我们这种到了不惑之年的男人，总会想安抚孤单的心，想浪漫一下。这是我的人生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不能代替我活我的人生吧。7月9日晚上7点，中天娱乐台，大老婆的反击。你也出去搞个外遇啊，去搞外遇啊。